请五到岁的小朋友准备。跆拳道的小朋友，请做准备。我们活动即将开始。可以看到我们小朋友其实是多才多艺，一个人要分身尬好多脚啊！哦，原来跆拳道社也有溜冰社的小朋友啊！你都不知道我们学校小朋友多厉害！哇塞！那主持人也在这里补充宣传，我们2020的台湾灯会会在台中市举行哦。那主展区是我们的后里花博森林园区，还有马场园区，展期是2009年2月8日到2月23日。而我们文心森林公园的后展区即将在108年12月21日开始展出，一直到109年2月23日，展期总共65天，大家。接下来放假的时候就可以准备看花灯了哦。那我们接着请校长为我们补充介绍来宾。好，我们非常欢迎教育局督学朱国龙朱督学。督学好，谢谢督学的关心。那也再次提醒各位家长及小朋友，今天待会儿还有表演节目，那操场今天整个都会用到，请在穿越跑道的时候要小心，然后也不要随意进入中间所有的比赛区域。谢谢各位家长及老师的各位家长的配合以及老师们的协助。好了，我们的跆拳道终于准备好了。现在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由李秀美校长领军、石豪成教练指导的丽人国小跆拳道社，掌声欢迎。跆拳道社是本校的特色运动项目，所培养的亚奥运国手无数，亚洲杯跆拳道金牌廖维君，世界杯国手孙爱琪，都是丽人国小跆拳道的荣誉校友。Thank you.
接下来表演是功力击破，他们要击破前面的木板哦。好，助力人国小，谢谢我们跆拳道社带来的精彩演出，敬礼，掌声鼓励，跑步走。我们欢迎，好开心哦，我们的全人家长协会理